下，好吧？等一下吧，那他刚才上站前。是是是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啊很多啊，对对对，现在有很多。这是南港社大的，哎，是。欢迎徐丽华女士。这是信息社大，信息社大的活动。那给这唱纸哪里买的？啊，买来的时候就有。哦，他就有。对对对。欢迎陈玉珍女士。中山社大。中山社大有很多活动。欢迎李淑珍女士。对对。那我看到这个，我看到这个是台北医大数位学习网，有很多的课程。那我现在看到的课程呢，你看这个医大的这个学习网有很多的活动啊，有语言类，有管理类，有公务类，有人文类，还有资讯类。那可以看到这边啊，一类我上去啊。那我刚刚问过说一般人可以不必登入做会员啊，做会员的话就登录时数。那我想请他们跟我说一下，嗨，可以帮我说一下怎么样进入吗？不好意思，哎，从最开始怎么进去？这个是先打台北医大的首页。我们进到台北医大首页哈。对。如果你要上语言类的，我要上语言的课，就在线上课程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选单，我们就直接选语言类语言课程进下去。好。稍等一下哈。那稍等一下，好。好，然后我们语言类课程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。好，我要上日本的日本。那我们如果不想一个一个找，就直接输入关键字，就把日文或日语这样子。是。对，然后我们直接课程搜寻，它就会搜寻日语相关的课程。好。再搜寻一下，那像我们目前的日语课程就只有第一页这样子。那我们旁边都会有写，就是说他如果是要付费的话，前面就会有付费课程，那其他全部都是免费课程。那付费的是他的收费是怎么算？我们的日语的付费课程的话，目前有四个收费方式，四个收费的机制，那分别是990。4490跟6990这样子。哦，一年6990。它是有分期的，有30天，然后有90天、180天跟365天。哦，这样。对。那因为那我们先课程免费的就只有2门了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这个付费的课程，我们如果想知道说它的那它有课程介绍吗？可以介绍一下。看这个是。我们目前日语的付费课程。30天的话，这是30天。30天一个月，那我们这需要付费的话，我们报名它就会需要你先列一个缴费单。哦，这样，是的，是的。两位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餐点到底要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正在做采访哎。那我们肯定要先登入会员之后，我们才能报名这个，然后要列印缴费单。哦，等到缴费单去，就是我们可以网络缴费或超商或者是那个银行缴费之后，然后我们经过审核之后就会开课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介绍。